来，运气不错。这就是打万一，万一就偏爆。赢全民壮健第一，掌声鼓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。那五分点啊，这个几乎是所有啊，这个斯诺克选手啊，那应该讲说每天练习的第一个球型啊，这是最好检测自己的出杆啊，还有基本准度的一个最简单的球型啊。那有定杆，有拉杆，当然也会有推杆了啊。那推杆来讲的话，相对比拉杆双喜临门来的简单一点啊，但是再怎么简单一点还是很难啊。来，运气不错。好，那五分点这个东西，它是完全没有所谓的容错率啊，那它就检测你的基本动作，你的出杆，当然看结果是不是确实是一直线。好，以上这个斯诺克的这个五分点推杆分享，一样保重平安。我是豆豆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